就能上到死的人。哦，不过下半部分的话，紫薇这边，哇，塔的血量是减到一半，不过这边一个超人将你直接推了下来，这里再推一波，但是这里有回血啊。草丛形态瑞克准备要挑，前右推，一直推，再推，最后手杀是交给了娃娃。哇，漂亮，这一波瞬移超人降临，是这个狂推猛推耶，这个就是打太嗨了，是打太嗨了。但这边一个瞬移想勾，哇，没勾到，而且。纳克罗斯哦，但后方的话，燕翎的位置不太好，这边稍微增加了，不过娃娃这边是直接一个推，但是后方的话砍在持续，对，直接做输出，哇，这边是一个爆炸伤害，但是紫睿还没有死，持续做输出，如果娃娃直接一个一技能带走紫睿，哇，满满的恶意。后方的话，伦伦这边还在打，但是燕翎在后方走不掉了，这边 BO 到三名成员，娃娃本来会推，没有打算继续留，哇，那只条魔神凯撒就是万天，哇，这边的话，万天的沟通相当相当惊世，是。